啊，各位早上好，我今天讲的题目呢是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那么这其实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我今天在2个小时时间里面恐怕不能够全面的讲，给你主要的几些例子，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那么我们讲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往好多学者都做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啊，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啊，也都做过这方面的论述。那么，因为要讲这个题目呢，我不得不首先把我对这些问题的一个简单的看法，先跟各位做个介绍啊，因为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古往今来，多少人在讨论，是不是地理环境决定了我们这个人类社会怎么发展？我认为呢，它的确非常重要，因为地理环境呢，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也是人类意识和精神的基础。你这思想意识哪里来的？其实都是从实际上的生活、生产、生存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它对人类社会呢所起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既定的意义。为什么讲它一定的呢？它还是有些条件的。首先，第一个，它为人类的生产、生存、发展、消亡，有生总有亡嘛，提供了物质条件。第二个呢，它决定了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生物，包括人类本身及其活动，都不可避免的有一个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第三个呢，在这个环境中间的一切物质，由物质产生的能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只能是各种形式的转化或传递，除非来自这些环境之外。你比如地球上的石油哪里来的？它其实是古代很多海洋里或者湖泊中的生物，在高压下面、高温下面转化来的。那你它把燃烧了以后呢，它变成气体啊，也变成了一些。包括我们今天构成这个雾霾的那些微的颗粒，它还在啊，不只是转化了，并没减少呢，对吧？但是，并不是所有东西还可以继续转化，有的不可逆转，这么变了以后，一般就变不过去了。但也有的呢，它重新可以变过去。但是来自天外来客就不同啦。如果说宇宙中间啊，什么太阳系中一颗什么陨石啊，一个流一块陨星，一个陨星过来，那它是外面来的，它可以增加啊。在这个本身，如果这个系统里面，它只是转化，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第四个呢，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这些环境的内在规律，在这个前提下面，利用这些环境，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加速、延缓或制止物质的某种转化和能量的某些传递，有的时候我们要加速，啊，等它自己慢慢的变，我们还觉得不满足，但有的时候呢，要让它慢一点，不让它变太快，啊，你要变太快了也不行，这是，所以在同样条件，人主观上还是可以努力的。那么第二方面呢，地理环境也给人类的发展保留着相对广泛的自由。要根据前面讲法呢，好像就非得是只能顺从吗？不是的，它也保留很多自由。因为第一，它没有规定人类从产生到消亡的具体过程、方式或时间。啊，一般看法，人200多年前，哎，成了人类，有了人类了，但它没有规定。你到什么时候非得消亡？是要消亡，对不对？也没有规定用什么方式啊。你这个消亡，有的是想，也许从地球上消亡，咱们迁到一个什么其他星球上去了，这也是从地球上消亡了，对吧？并不都是灭绝呢啊。
这个对吧？还有的现在说你这个哎，地球上陆地上生活太这个，将来到海洋上去，反正总而言之，总有过程，这个环境不行了。但是这个没有具体规定。第二呢，它并没有确定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传递的具体的过程方式和时间。啊，你比如地下的煤、地下的油，没有规定你什么时候非要怎么用法，这是你人类有主动的。啊，你不用煤了，用油了，将来用天然气了，又有什么性？比如海上又发现什么可燃冰了，这都可以啊。它有这个，你怎么转化这你的事啊，没有规定你非要怎么样。第三呢，人类只要不违背它的内在的规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这些环境，实现对自身有利的物质转化和能量转递。哎，你要想办法怎么对你有利，你只要不违背它规律。正因为这样呢，人类对地理环境利用从未达到极限，今天离极限也还相当遥远。所以有的人就担心咱们人员没有了怎么办啊？其实呢，还远没有达到极限啊，你好多还没利用的，还相当遥远了。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利用程度存在着相当悬殊的差异，利用的方式也迥然不同，所以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为如此的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啊。这个地方你看，改革开放以前穷的叮当响，哎，同样的地理条件，哎，环境也没有变，它以后哎一下富起来了，对不对啊？那同样穷山恶水，哎，也可以也造就人才啊，对吧？啊，以前我们看看这不毛之地沙漠，后来才知道我下面有天然气，有石油啊。你看现在连北京都几个国家都争了，对吧？对，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极限了。那么这样讲，是不我们就完全不去管它呢？那倒也不是的，你珍惜资源。对吧？你更多的自己控制自己的物欲，那毕竟对地球、对我们人类本身都是有好处的，啊！但是呢，并不是因此就讲哪一天啊，老是有人在预测这个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到啊，资源枯竭什么时候到，啊，我是不相信这一些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啊！如果地球它的寿命现在科学家认为50亿年了。那么这个50亿年是不是这个人老了呢？其实啊还不是啊，有科学家告诉我们啊，他相当一个人还是婴儿的阶段啊，所以大家我看可以放心。那么这些道理，这个看来比较枯燥啊，这个我还是要，因为你讲的道理都得讲的全面的，你讲一头不讲另一头那不对啊。那么下面呢，我看我们还是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一下。啊，到底这个地理环境有什么影响？我举一个最大的例子，我们中国这个疆域，我们今天这个中国啊，领土有这么大，跟地理环境有什么关系？中国的形成啊，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看我们中国怎么形成了，我想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在历史上面，因为我们主要的民族汉族，它的前身我们称这个诸夏或者华夏诸族，它比较早的成为一个农业民族啊。那为什么人类早期它是不分什么农的牧的？因为自己没有生产能力，总是有什么吃什么啊，对吧？采集果子啊，采集那个食物啊，啊，打猎啊。那为什么到了我们华夏诸族，哎，这个我们的祖先他们形成了一个农业民族呢？那么这也倒也是地理环境的。你看我们现在讲早期的文明啊，以前我们讲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这个没有错，但是这个摇篮还有其他周边也有了，还有那小的摇篮了啊，比如现在北面我们讲像内蒙古啊这一带啊，西面甚至到雅鲁藏布江流域啊，南面到岭南，还这个到处都发现了比较早的古人类的遗址、文化遗址。所以有的考古学家
讲啊，我们祖先这个文明啊，像满天星斗，全国都有。这话没有错。但是什么地方主要的？那些周围的星斗，那些文化是不是延续到今天？没有。比江南，包括我们上海附近的啊，梁楚文化、河姆渡文化啊，上海那个福泉山的文化，都很早，但是它后来断了。它不是从早一来一发展先进，发展到一段时间，哎，找不到了。没有跟今天都连起来，那这个原因呢，各种各样的说法，现在我们还没有肯定。有的说啊，发生了大的灾难，抵不住了，都跑了。啊，还有的说呢，这个海水倒灌。有的说呢，发生了大洪水。总而言之，没有延续下来。那么什么地方延续下来？那黄河中下游黄河流域延续下来了。那为什么这一代生命力那么强呢？我们看看这一代，要么是黄土高原，要么是黄土高原冲击下来的冲击平原。那么这个黄土跟黄土冲击的平原呢，相对比较疏松，这个土壤比较松啊，对吧？那么早期的人没有今天这么多工具啊，一早开始就手工，以后呢，有的找到一点石头，这个比石头比较尖的，拿它做工具，啪一下啊，做工具出来啊。以后呢，打磨，把这个石头啊，有的用骨头啊，总比较以后没有，有的用的木啊，最早那个犁啊，什么都是木头的，以后才有铁器啊。那么你像在铁器没有使用以前，那什么样的土壤比较容易耕种呢？那黄土。黄土冲击平原，啊，要是在粘土，要是上面森林茂密，那个这个森林现在，好像森林很可爱，那森林茂密，人怎么进去啊？对吧？还有气候，如果气候太炎热，水太多，或者太冷都不行啊，啊，所以你别看东北那个黑土那么好啊，但历史上面为什么人那么晚才迁过去啊？早期人那么少，太冷了，不行啊。所以这么一来呢，就黄河中下游这个地方气候比较最适宜，也不是太冷，但是也不是太热，热到什么疾病流行啊，这个瘟疫多啊。另外这个土壤呢比较疏松，它这黄土高原以及黄土冲击的平原上面没有太密的森林，有树，都是一个稀疏草原，总而言之都是以早期开发的，而且连成一大片，你的南方一座座山隔开了啊，交通怎么哎连成一大片，我们现在黄淮海平原。所以呢，人类除了这里本身以外，还吸引人从周边聚集起来的人，哎，有的从北方有南方迁过来，这样就形成那个我们华夏族的先民，人比较集中，而且呢，这就成为一个比较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区。人类开始也是偶然的啊，采集那些野生的植物，后来发现哎，明年它又长了，或者那个籽掉在地下又长出来了啊，这样得到启发，以后慢慢就发展栽培农业，驯化了很多野生的品种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这个华夏的先民啊，就是以农立国，等到建了夏商周啊，就形成一个概念，哪些地方适合自己去开拓去扩张呢？那要适合农业生产，不适合农业生产的不要啊。所以待会我们要看汉朝的地图，汉朝的地图凡是在当时条件啊适合农业生产地方，它都扩展到了。其他地方不是没有这个条件啊，可以去啊，他不要，要他干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包括老百姓，他们选择自己的生存空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不是适合农业。那么牧业地区呢，
也不是说没有能耐到那儿。比如说汉朝汉武帝，他开疆拓土，他打败匈奴，汉朝的军队到了现在的蒙古国中部。那么照理嘛，你这些地方占了嘛，你应该在那里开发，在那里建立郡县，这不就是你的土地了吗？哎，不要，往往把匈奴人打败了，赶走了，或者俘虏了，好，回家了，回来了。什么原因呢？你去征服他干什么？你到那去干什么啊？去建个县，老百姓在哪儿？人家游牧民族赶了牛羊都跑掉了，对吧？那你自己去到，如果动员老百姓到那去开垦，那放着家乡很好土地有去开它干什么？当人口这也不过几千万，那地方也够了嘛。所以往往对这些牧业地区，它是只征服不占有的，啊，你只要不对我威胁，又回来了，啊，为了怕防范，干脆做个长城，长城万米一般是不要的。是这么一个做法，嗯。第三个呢，哎，农业民族往往不稀罕那些牧业地区，所以中国历史上再强大的，如果纯粹是由汉族、由农业民族建立的朝代，它往往以长城为界，不过去不要，啊，边远地区也不要，啊，比如青藏高原，它感到不适合生存也不要。但是倒过来，如果是有北方牧业地区那些民族，他占了农业民族地区，哎，他就舍不得回去了，啊，所以这样的中国历史上这种农业民族农牧之间和边疆大的统一，往往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而不是由农业民族完成的，比蒙古族。啊，你看在成吉思汗领导下面一路势如破竹往西往南，然后呢他建的元朝就是从蒙古高原一直到南海。又比如满族清朝，对吧？清朝本来在关外，在东北，努哈赤首先把东北都统一，然后又征服了蒙古，又跟蒙古结盟，这样满蒙一个牧业跟半牧业的这民族结合起来，他就南下，南下灭了明朝，哎，以后呢建起乾隆年间最大的疆域1300多万平方公里，就把龙的墨子都合在一起了。那么原因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刚才讲的农业民族的统治者，他到了那些牧区，他觉得没用，这些地方，对吧？对自己没什么帮助啊，要派个官他也不容易，谁愿意待那里啊？生活条件比较差啊，住帐篷啊什么啊，吃牛这样肉啊，啊，天气气候也不好啊。相反的牧业民族进了到了农业地方，也许他开始不懂啊，比如蒙古人刚到了中原，有人跟他们统治者说啊，汉人对咱们没什么用，把他们通通赶走，在这上面就放牛放羊，后来发现让他们种庄稼收入更好啊，住在宫殿里面不住帐篷的生活安逸啊，以后就不走了，那么这样就把牧区农区都统一起来了啊。你看清朝到了后来，一开始康熙什么还每年带了那个八旗兵啊，还到关外去打猎啊，去什么练武啊，啊，到了后来不去了，在北京城里那些八旗子弟啊，他们不是5到5千啊，轮到训练，有的人马都骑不上，要仆人把他扶上去，啊，拉弓的时候拉不动了，旁边悄悄帮他拉开，他做个样。那么他们喜欢都变了，啊，最喜欢什么？听京戏，啊，养鸟，练书法、画画，这个早就把牧野民族的传统，把北方尚武的传统丢了，哎。他不肯回去了，关外有些庄园往往雇的人在那里看，自己就不回去了，对吧？所以中国历史上大的统一啊，唐朝虽然他本身统治者不是纯的牧民，但唐朝他的前面的祖先经过北朝，经过16国，都是融合了北方迁进来的很多牧野民族，他完成大的统一。对，蒙古人刚才我讲了，还有满族，
啊，所以这个特点呢，实际上也是地理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不是讲中国的历史啊，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但是我们是延续的，的确如此。那为什么都延续呢？是不一定中国人，我们老祖宗比其他西方人特别有能耐呢？那当然有一点啊，我这个昨天在其他一个讲座里讲到的，就是的确，自从我们现在发现3000年前就有了中国这个概念，以后到秦始皇统一，把中国这个概念覆盖到整个朝代的疆域，从此中国就有一个延续的名称，就不管你朝代怎么换，啊，姓李的还是姓赵的，啊，蒙古人还是什么契丹人，大家都认同中国这个概念一直延续到清朝，尽管它的国号是大清，大清国，但是都还跟明朝也是个中国，一直延续下来，这个很了不得，对吧？所以你朝代亡了，当时这个咱们怎么，哎，我们中国还在吗？他不还是中国吗？那一直到1922年中华民国建立，那中国成为我们国家这个正式的名称。但是还有一点呢，这个地理环境对我们的确非常的有利。为什么呢？这中国基本上处在一个相封闭的环境，它外界不可能给你什么致命的威胁。你看，我们早一点看亚历山大大帝，啊，马其顿从希腊一路扩张到什么地方？印度、巴基斯坦，没有进来。啊，开普尔山口那一挡的，他没有进来，根本一国侵占高原，对吧？以后罗马人西罗马不行到东罗马，这个也在中亚也没进来，跟中国没有影响。啊，阿拉伯人很强大。在今天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跟唐朝的高仙芝打了一仗，把高仙芝打败了，但是也没再过来了。以后伊斯兰教扩张到新疆，也没影响到内陆，对吧？你看中国在北面北冰洋啊，没人的西伯利亚冬天也是没人的，那些游牧民族，哎，他不，那唯一构成威胁那蒙古族啊，或者在蒙古高原上面，那么这个呢就是农业民族跟农牧业民族对外，它也没有什么外来的。东北一般没有什么，再往东太平洋啊，在轮船发明以前不大可能造成对你这个啊，日本最多有些零星的海盗，那倭寇，那咱们还总的倭寇还干得掉，比它强大。那么再往南呢，哎，太热地方也不行，譬如中国历来在越南建立的政权一般也就到越南中部，那为什么不往南呢？再往南天气太炎热了，都是丛林，热带马来西亚这里都热带丛林，早期人类是没法去的了，对吧？而且你看印度教以后强大扩张了，它基本上也就到越南中部。我们今天如果到越南旅游，你到顺化附近那个叫什么美山圣地啊，那是印度教的了。但再往北呢，这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或者南方文化的影响。所以这老天爷给了咱们这么一块地方，也就是说一直到明朝中期，那西方的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开始兴起，那这还影响到沿海，那么以后英国人从海上过来，你看在这个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外界的致命的威胁。那么就是这么一块地方里面呢，谁最强大的？当然就是中国的朝代啊。所以不仅我们今天这个国土的大部分已经归中国自己本身的朝代管辖，而且历史上面你看朝鲜半岛、朝鲜、越南啊、琉球啊，有的还包括缅甸、老挝、泰国，因为这些地方通通是中国的藩属国。日本从来没有是中国，它一直是外国，但是它的文化呢深受中国影响。唐朝那个时候什么都学过去啊，所以今天中国唐朝很多文化那日本人还给咱保留着啊，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没有受到致命。这个跟有些国家处在比如中亚，它处在东西方的之间，不是中国方面过去就是
西面子过来，这个就不同了。所以这个地理上给中国的疆域这么稳定，我们的历史延续也要一部分，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个地理环境。正因为这样呢，中国人就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中，天朝无所不有。啊，中国人古代没有今天的我们讲的世界啊、全球，没有这个概念的，更不要说什么地球是圆的啊。到清朝后期，有人把西方来说，你们知道地球圆的，这胡说八道嘛？那照你这么说，你那些人头顶在地上的，哎，他不相信的，对吧？他就认为古代就是天下，上面天，那么下面都天下，对吧？那么天下周围是什么呢？四海，东南西北，所以叫四海之内。那四海之内中间是谁呢？咱们中国。中国什么地方呢？那一般就认为啊，像中原就是河南，特别洛阳，洛阳四通八达啊，这个地方天下之中。那么首都，这个如果首都在关中，那关中也反正都天，这一块都天下之中啊，中。所以有个说法是河南人为什么特别重视那个中，他一大家自古以来这个地方都认为天下之中啊。在座各位有没有河南人呢？所以你看我们其他地方讲什么事好不好，行不行，管不管，河南人中不中，中这个中啊，这个天下，所以这个中他们什么是这个人中的也是好，这个事中的都是好，中，对吧？中，哎，天下之中。那么周围也有人啊，这些人是什么呢？哎，这些人他还不没有资格做华夏，这个叫蛮夷。所以历来历史上面呢，对周边的少数民族，老实说是不平等的，包括孔子在内，你不要以为他的平等是在华夏，哎，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只是华夏，而不是指周边。那周边怎么办呢？中国倒也有好传统，这些蛮夷，虽然他们现在还不是正常的人，但是呢，可以教化。等到哪天他们开花了，文明了，他也可以成为华，成为夏，这叫有夷变夏。他不是讲血统的，哪怕外国人高鼻子蓝眼睛，你进来如果取个中文的名字，然后修了中文，一口汉讲得漂亮，好，这也不是外国人，就是变成西儒了，西方的儒，啊，所以你看明朝那个李玛窦这些人到中国来开始。这个凑凑碰壁，后来他知道了名字不要用原来翻译，那么就利玛窦，那么人家就他利君利先生，他也就算了啊，就姓利吧，啊，利也不错这个词，对吧？然后呢，学广东话，学北京话，哦呀，人家看不，穿上中国的衣服，一下子距离就拉近了。不像我们世界上有些民族啊，你比希特勒那个时候管你，有些人在世世代代住在德国。啊，又是有的银行家，有的科学家，他还查人家血统，查下来有几分之犹太血统，就要迫害，就要杀掉。中国从来不讲血统的，啊，只要你接受我的文化，就咱们自己人。哎，所以这么一来呢，这华夏不断的向周边就扩大，比南方，南方其实历史上我们称它为百越三苗。啊，这个百不是真的一百个，就多得很，都是越人，哎，包括浙江的中部再往下就是越人地方了，啊，那么还有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今天我们说南方少数民族只是留下了一部分，那么其他人到哪去了呢？哎，都给汉族吸收了，哎，都变汉人了，因为本来他们的人的相貌呢跟汉人也没什么两样，对吧？等到他发展了啊，那么也取个汉姓的张王李赵反正就可以了，但是开始人家知道他你是蛮子苗子啊，那怎么改变呢？那很简单嘛，找人来修一部家谱，说我们这个姓哪里来的啊，比如在广西我们宋朝跟狄青真蛮到这里来的，所以留下来，我们跟你们本地的不同，我们是中原来的，所以早就是汉族了，不是蛮子，对吧？其实我跟他们讲，你们就是狄青真的蛮嘞，就是你嘞，对吧？哎，再说不要了，又比如贵州啊，我不是像江西凤凰有姓杨的，
那么其实呢，他们现在都是自己土家族，那土家族当然就本地的啦。但又说我们姓杨的，我们是杨家将的后代，哇，姓杨的，对吧？我说杨家将怎么跑到那里呢？哎，他们说啊，有他的孙子啊，这个正在这里，后来没有回去，啊，历史上怎么也历史上漏掉了，这有办法，对吧？那这样的话，所以这样呢，他就都一个客观的好处呢，都扩大到汉族来了。啊，所以我一直讲，我们汉族今天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这原因不是我们的老祖宗特别会生孩子，而是我们的祖先不断的把人家都吸收过来了，对吧？你特别北方，那北方好多民族，今天你要追根寻源的话，好多各位很多姓其实就是外来的，啊，比如那个中亚今天。费尔干的盆地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这一带，历史上呢有九个小国，啊，那么唐朝人呢称它为昭武九姓，九个姓，哎，这小国啊没有什么出产，再加上有的做买卖，种种原因拼命往中原跑，跑到中原就不回去了，哪个国来的就姓什么，白国来的就姓白了，那么就出了一个白居易，唐朝的诗人白居易呢，哎。他老祖宗那中亚迁来的，那么有那么姓米、姓安，比安禄山姓安吗？姓石、姓何、姓曹，你不要以为姓曹就曹操脱的，姓曹的有一部分就是从中亚迁来的，对吧？连我们大航海郑和，郑和其实本来不姓郑，他家里姓马，回民姓马，穆罕默德，所以。姓马，哎，对吧？姓马的特别多，那么这就是外面迁来的嘞，对吧？那么这个好处，当然我们真是吸收各方面，全是可以说能够来的都吸收。但是有什么缺点呢？那我们是天朝大国，啊，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啊，你们外面都不如我们，你看蚂蚁纷纷都来了，对吧？但是中国人有没有出去啊？基本上没有，哎，跑到外国叫流落番邦啊，那是还没到外国，到少数民族就受不了了啊！出去干什么？天朝那么发达，所以你看周边的那个我们边疆都往中原跑，没人跑出去，法律也规定不能去，哎，早期你到逃到外面那是叛逆，不孝。父母都不要，祖宗都不要，跑外面才了得。清朝时候曾经规定，那些华侨、华人限期回来，不回来的话，通通取消资格。你们这些就不要，祖宗都不要了，叛逆是这样的。所以早期的时候，人家华侨要求祖国保护，哎，这你们这自己祖宗不要，我还保护你们了，对吧？外国人跟李鸿章打交道，哎，你们的华人闹事，这管我们什么事？这些人你们该处理，你们就处理，就是。是这样的，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天那么外贸呢？中国历史上很奇怪，没有外贸部的啊，连外交部都没有的，谁跟你外交啊？我们天朝，对吧？外贸为什么没有呢？天朝都有了，还要你外面干什么？那如果真的外面有，比如香料啊，什么有些宝石啊，什么珍珠啊，是没有的，没有那么你现来嘛？普天之下都是我的了，这个你老老实贡献来就是。所以我们的贸易没有贸易，都叫朝贡，啊，比如日本人要做买卖好啊，来朝贡啊，啊，对吧？你们贡上来啊。那为什么日本人朝贡积极性那么高呢？明朝是一度说日本人对我们不好，不许他来朝贡，不，他们要求来，哎，给他来了，你三年一次吧，不行，要一年一次，一年给他100个人，哎，我们希望来200个人，为什么呢？表面上他朝贡，但是呢又认为咱们是大国，人家小国，我们是富国，他们是穷国，我们是文明国，他蛮野蛮的，所以他供的东西我们要主张后薄来厚往，你给我一分，我赐给你的三分甚至十分，哎，所以日本是讲实惠的，所以他管理你叫我磕头也行，打个旗号朝贡他都愿意，来了以后他一般到宁波或者到福州，啊，落境以后呢吃喝全包，啊，如果要让他到北京去磕个头，一路吹吹打打，这个友好代表他来了送到北京，
啊，那么皇上见也好，宰相见也好，还有点赏赐。回去的时候呢，这个赏赐肯定超过他的货物的价值，还可以卖免税商品，他何乐不为的？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朝贡贸易表面是人家的磕头，其实是中国贴老本的。为什么呢？天朝有的是嘛，这要他这点算什么的，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讲海上丝绸，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全是外国人来的，中国人不出去的，包括丝绸之路走的全是中亚，那新疆中亚这些在阿拉伯做什么人？为什么中国人不盖这个来呢？我们也不缺丝绸，你们才要呢、啊、中国自己不做外贸的。你看阿拉伯人到在泉州，在这个啊广州都好几万人形成社区，那么有没有中国人在巴格达？有的，唐朝打了败仗被俘虏被砸过去了，其中有一个人最后还回来了，正常的不去的，对吧？所以中国那么多杰出人物，有没有什么到外国去探险？有没有？没有啊，西夏克也走到打建炉，连西藏都没去过。那么为什么西方人，哎，你看怎么航海呀、啊、怎么出来呢？最早那几个航海强国都是国小民穷，国内资源缺乏，所以迫使他们往外发展。你看那荷兰啊，这个三分之一的国土都是海里面堆出来的啊，还比海平面还低，对吧？四万多平方公里，现在比台湾大不了多少，人口几千万，你怎么对吧？历史上怎么办？那么到外发展啊，啊，对吧？不是强烈就是外面建殖民地啊，所以他们进行那么高。你看荷兰历史上占有多少殖民地啊？包括印度尼西亚什么这些都占了，还弄到中国来啊？还跟郑成功的父亲争，这把他的这个原来建的基业都占了，啊？又比西班牙、葡萄牙，那都是国小民穷啊，国内都是山。西班牙的地方旅游是好啊，日子有些地方，那马德里，我夏天去，什么气温38度、40度啊，但不远的山上呢，20度啊，到处是山，放几个牛羊，在古代有什么日子过啊？那就往外拓张、啊、开拓、啊。所以哥伦布同样航海，他航海回去，清晨出动，欢迎一个民族英雄回来了。为什么？他带来了新的殖民地、新的航路啊，今后黄金奴隶都来了。就是为了留得向外扩张，要比英国，哎，对吧？他养了那么多羊，养那么多羊毛，自己也不能吃不能喝，都要卖出去的，那就要开拓市场啊，所以往外发展。相反的，你看俄国、德国、法国这些自己国内比较有这个条件相对好的，他反而没有这几个国家，那么到后来才跟上。所以中国人当时你，我下面讲到，你这个跑海外去干嘛呢？没有这种太多的积极性，到外面都偶然出去的，不是走私船，就是好玩，有时人坐在人家船出去了，没有什么主动去开拓，就少这种动力，对吧？所以我们说中国历来不向外扩展，也不能仅仅怪统治怎么样眼光，就是一般老百姓大家都觉得我们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日子过得好好的，有吃有喝啊，这个到外面去干什么去呢？这个当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点，啊，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我就是我们国内我们看啊，地理环境相对好的地方，反而这些人往往不思进取，日子过得很安逸，啊，对吧？相反的，穷山恶水的地方，哎，有到出了接触的人才，他到外面去开拓发展，所以这个环境我们两面都要看。那么好，我们看看几个具体例子。你看秦始皇统一的时候，中国才多大？那个啊，他的秦朝啊，哎，就这么大，啊，相当于我们今天啊，这个我们的啊，如果以今天的国界线看的话，大概也就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但到了汉朝呢，你看就这么大。我刚才讲到汉朝已经基本上把我们这块地方适合农业的地方，它都已经开拓到，都在那里建立了郡县，实施有效的统治了。
所以为什么汉朝那么重要呢？我们这个汉族就是根据就汉朝的人这么延续下来产生的啦，啊，你看，我们看还没有在汉朝统治下，只有几块地方，第一块，青藏高原。那么汉朝有没有到过青藏？到了，啊，在汉朝的历史书里面明确的记载了，到了哪里呢？到了哪这里，就是。青藏高原跟那个新疆交界的这个地方，帕米尔高原的边上到了。他从什么地方走呢？从新疆这儿往上走的，啊，这个也是丝绸之路往南一条路怎么走，他知道。那为什么不再继续过去呢？或者到了四川再往上走呢？哎，不适合啊。在汉朝历史里说，在帕米尔这一带跟西藏交叉这一带有两座山，一座叫大头痛山，一座小头痛山，说人走到那里呢，头痛的受不了的，连牲口都受不了，那么这就高山反应了，记得很具体啊。他到那里呢，人跟牲口都得屏住气息，你要胡言乱语叫缓的话，气就要塌掉了，这对是这样，这个真现在也是这样，对吧？你到有的地方，到雪崩的地方，不能大声讲话，更不能哇啦哇啦叫。为什么？他已经到了个临界状态了，稍微轻轻的有个什么气流，马上哗，全部塌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所以不去啊，对吧？再说当时汉朝人口最多有那么6000多万人，6000多万人这么大地方，还出去干什么去呢？够了。好，这第二块地方哪里呢？那蒙古高原。一方面我刚才讲了啊，这个地方农业民族看不上，在另外呢那里也有牧业民族啊，那么所以呢往往是这样，双方相安无事的时候也是以长城为界，长城里面这个啊汉朝，长城外面匈奴，如果即使发生战争，那么汉朝呢可以打到这一带啊，蒙古高原中部啊，但是呢一般打了胜仗就回来了。第三块地方呢，这块黄岩似的东北啊，那很简单，太冷了就不去啊。其实直到近代，要知道有的人说现在东北容易不是很好吗？哎，你知道古代是没有天气预报的嘞啊，如果今天突然之间庄稼好，一场大雪，那都不要说来不及，是人逃回来都来不及，对吧？所以呢在当时这种情况，内地是不去开拓的。相反的，在我们今天领土之外，你看朝鲜今天的它的首都这个首尔汉城也在汉朝统治下来，还有呢像越南，你看它一直统治到那个北纬10度左右，再往南我刚才说热带太热了，哎，这些地方为什么适合容易生产？所以它跟内地是一样的制度，所以这个以农立国呢，就其实就跟那地理环境就连在一起的。那么新疆什么情况呢？新疆汉朝在公元前60年也在那里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但是他没有跟内地一样建立完整的行政系统，内地是中央管到下面郡，郡管到县，但是在西域呢，新疆跟中央这个20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呢，他就是派一个官驻守在那里，军队也很少，几千人。那么原来这个西域这一带呢，有36个大大小小的国，后来呢扩大了，他们中间也分化了大概50-60个国，那个国大的最大的乌孙30万人口，那不小了，但最小的国呢100多个人，那为什么不把它并起来呢？那你们到新疆去过就知道，它是一个个绿洲啊，有水的地方可以种树，可以种庄稼，水有多少绿洲就多大，一出绿洲就是戈壁，就是没有人的，没有办法生，有的走出几百里才能到第二个绿洲，那这些地方在当时只有骑马步行来来去去，怎么统治法啊？你两个把它100多人跟那个100多人并在一起，还要不要联系工作，要汇报，路上走半个月啊，再回来，那不吃饱饭还不如自己小小的，所以他对这些地方统治原来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你不造反，只要你服从，也不征税也不征粮，啊，一种很松散的统治。
但他是祖前的户口都要报的有多少人，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一般他有两个数字，这个国里面有多少人，还有呢适合当兵的有多少人，这个他也知道的啊，具体不来管理的，是实行这么一种统，这也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另外大家看看他离开内地太远了啊，当时粮食主要生产地方什么地方，那关东太行山以东啊，首都长安的粮食也需要关东供应一部分的。那么如果再往西要走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啊，那这个怎么办，这粮食怎么运呢啊，而且古代运粮食比我们今天想象的困难的多啊，好多地方只要是没有水路的话都得人背牲口驮，那人背的话不要忘记他自己要吃粮的啊，如果一个人长途跋涉让他背60斤粮食走路差不多了吧，哎，每天要吃1斤粮的啊，对吧，而且还得留1斤回来吃啊，对吧，否则都吃光了他怎么饿死啊，哎，所以这样的话如果他的旅程要走上30天，那么就等于来回拉练锻炼身体，因为什么粮食都留不下来，对不对啊，啊，没有，所以运不了多少的。那么有的人说你叫牲口叫牛叫马骆驼对啊，但是你各戈壁的时候有草都没有一根的，那么他们的饲料也带上吧啊，还有喝的水都要带上吧，所以我刚才讲得能够带60斤粮食这个开玩笑，哪里带得了多啊啊，他晚上他铺在地上睡总得有个盖的东西吧，所以这个古代这个运输比我们今天想象困难的多啊，因此在西域就是派过去少量的军队也得自己开荒种地养活自己，不要内地靠不住的。所以呢尽管对汉朝公元前60年啊，也今天2000多年前已经统治了西域，但是还有历史的另一面，我们以前上历史课不大讲的啊，就经常断的，比如东汉就管不住了，你要控制要国力强盛啊，而且最主要的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受到威胁过你内地，那么他不威胁你的反而有的人觉得不重要，相反的匈奴老是进来那就非得跟他打，非得去打他，对吧，西域那些都小国他从来没有威胁过你中原，所以反而就大家这些地方要他干什么呢啊，那么等到这个内地有什么事马上先放弃那里，所以他中原政权对新疆的统治是断断续续的，不是延续的啊，否则延续到现在哪有现在这个情况啊，下面我还讲到中间最多一次断了1000年啊，所以习近平主席到新这个讲到新疆问题是我们对新疆问题的复杂性啊，要有充分的长期性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那复杂就地理环境也决定复杂，鞭长莫及这么长的路，所以往往经常管不到，管不到的话那么还有呢，那他处在这个你看他北面东面西面他处在四面交叉的地方，所以呢新疆这个地方文化多样这个民族也很复杂，比如你到这个现在那里阿斯塔纳古墓啊，或者发现很多，因为那个地方干燥嘛，保存的呀，很多古尸，一尸体的一看就欧洲人，就白种人，而不是内地国籍汉人，所以它是双方都有的，这是汉朝。所以我们看汉朝的疆域这么形成，当然跟当时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看一个唐朝的，啊，这个唐朝不得了啊，唐朝初年的时候。这个疆域辽阔啊，唐太宗时候打败了东突厥，把疆域推到贝加尔湖西伯利亚，当然在西伯利亚他征服以后并不是在那里建什么政权的，唐朝的政权一般政府也只有机构也设掉阴山，因为往北是游牧民族，只要他服从你了就行了这一块。那么到他儿子唐高宗时候呢，哎，又灭了西突厥，把疆域扩展到巴尔克斯湖啊，这个啊，一直恢复了汉朝疆域。以后呢，阿拉伯人东扩，
跟波斯国发生战争，波斯国一个王子投降唐朝，那么唐朝呢把这块地方都占了，这是中国历史上能够到达最西端，到了咸海阿莫河流域、谢尔河流域啊，所以今天中亚各国当时都在唐朝统治下面，一直到下面阿富汗啊，比如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是唐朝一个都督府的地方啊，比如说那个唐诗里面讲到了铁门关，这个铁门关2006年我去了，在乌兹别克斯坦靠近阿富汗的地方，哎，一个关口啊，你看这都在唐朝下面。那么这个东面呢，唐朝后来到唐高宗时灭了高朝鲜，那么把朝鲜半岛大部分建了他一个安东都府，南面呢还拥有这个今天越南的中部。但是有一条，你看那个青藏高原啊还没去啊，所以现在有的人说青藏西藏自古以来是我们中国，这没有错，但是自古以来不等于到上古三代，它有个过程啊。唐朝时候呢它还是唐朝外面一个政权，所以唐太宗要把文成公主嫁给他，这是因为两个政权一种和亲，要自己人用不到那么客气啊。那为什么呢？那这就是地理环境，因为到那里去的确不容易的，反他们也下来也不容易，下面我还会讲到的。那么唐朝我们以前讲历史呢给大家看就这么一个地图，好像唐朝一直那么大一直那么强的，这不对的。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就守不住那么大了，实际上安史之乱以前已经开始逐步逐步退缩了，原因还是地理环境的。你看要这么远要维持这样的交通线，谈何容易啊，啊，对吧，维持不住的。那么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就麻烦，安史之乱爆发在什么地方，就在北京啊，当时叫范阳节度使，幽州安禄山就造反，造反了以后他的目标是什么地方呢，是河南洛阳陕西的西安，就当时的首都跟东都，他的军队往那里去。那么这个军队往那里去呢，唐朝就调军队来堵截，从哪里呢，包括从西面的军队都调，这么一调好了，西面空虚，哎，吐蕃人扩张了。丢了，非但丢了，那么这个青藏高原松赞干布的后代吐蕃人就扩张，扩张到多大呢，你看包括今天新疆的大部分啊，青海甘肃的全部啊，这个陕西大部分啊，内蒙古一部分，四川的西部，后来又包括云南西部，这是藏族的祖先吐蕃人历史上到达最大的地方。但是他们倒不是唐朝的军队限制了他们，而是地理环境限制了他们。吐蕃人一度最强大的时候攻下了唐朝的首都，皇帝都逃走了，哎，谁知道十天以后啊，那吐蕃军队全部撤退了，非但离开了长安城，而且一直退到了陇东高原，上高原了。唐朝人弄不明白，以为自己有什么能耐啊，所以历史书上说唐朝人认为呢是因为他的晚上的游击队啊，这个年轻人啊骚扰他啊，这个恐吓说是郭子仪的军队要来了，吓得他们赶快跑了，其实吐蕃人哪有那么蠢呢，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习惯于在高原上生活，习惯的是氧气少的环境，现在到了比较低的地方氧气太多了醉氧，这跟我们到高原是一样的，对吧，你看医院里输氧气能不能把管子开很大，开很大你受不了的心跳要人出毛病的，那他们到了比较这个啊，观众平原来了，
那么氧气呢超过他们需要，所以一支队伍从上到下都是头疼，这个腿软，这个心跳加快。那你说在当时有没有医生告诉他们，哎，你们这个要适应一下或者怎么样，对吧？再加上吐蕃是信佛，已经藏传佛教信佛的，这个这么肯定出了什么事的，走啊跑，等到跑到上面，其实不跑，再耐心待几天，大概差不多了。哎，一到上面，果然好了，从此不下来了。这个就是地理环境决定嘛，其他有什么的，对不对？救了唐朝，也使他们稳定的上边。而且这一点我也讲的，为什么今天我们大家以为一讲到藏族，藏族在西藏。其实不是这样，西藏的藏族只有200多万，而在西藏以外，四川的这甘孜阿坝，云南的香格里拉，这个迪庆中甸，还有像青海的果洛玉树，甘肃的这个南部这些地方，哎，藏人是400多万，那这个就是当时扩张结果。那为什么新疆没有藏人了呢？哎，就在公元9世纪，在蒙古高原上的一个民族回鹘，他发生内乱，被他统治一个小民族杰嘎斯打败灭了，所以回鹘人呢就西迁，迁到哪里呢？迁到塔里木河流域，慢慢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还有一支，他迁到了河西走廊，今天张掖市南面祁连山，那么就形成今天玉古族。所以玉古、维古、回鹘都是一家人啊。那么这样一来呢，藏族的祖先呢就从新疆退出来了啊，因为人家来了更强大啊。还有呢，河西走廊一度也是被吐蕃占据了。统治的，但是河西走廊历来迁过去汉人很多，是以汉人为主的，所以他们就张议潮的领导下面发动起义，推翻了吐蕃统治，回归唐朝。以后呢，唐朝虽然顾不到他们，他们还是自立的，所以呢，河西走廊也藏人也退出来了。那么剩下的地方呢？本来就是没有人，或者人比较少，又是高原，适合他们居住，他们就一直住下来了。所以今天的藏族不是全部在西藏的，啊，在西藏境外，因为那些地方相对生存，比如四川西面，我们讲的这个康巴人，康巴藏族，啊，那个著名的作家阿来，那就是康巴，就我问他，他就是川西的藏人，啊，他不是青藏高原上的。就四川西部的，对吧？而且这些人呢，他们往往很多现在都会讲汉语，讲一口四川话，对吧？哎，这个就是历史上留下来的。那么这个当然有很多其他因素，但起作用的呢，主要的在古代还是地理条件、地理环境。那么因为维吾尔人后来就长期在新疆，特别是南疆，那么等到阿拉伯人这过来，因为他们已经占着新疆了，阿拉伯人也过不来啊，所以我们也要肯定维吾尔人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也是有巨大贡献的啊。要是他们不迁过去啊，要是这个，那么也许阿拉伯势力就中亚就一直扩张到今天新疆了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影响呢，因为伊斯兰教也东扩，所以后来维吾尔族都归伊斯兰教的，新疆这里的民族基本都归伊斯兰教的。那么这也是地理环境嘛，他不能够越过他们再进来嘛，对吧？所以他就到了这里面啊。而藏族呢，因为在这个以前，藏族已经信了藏传佛教，那么这个两个宗教呢，历史上面是这个冲突的很厉害的，所以他们不会再接受。那么这样，青藏高原呢，就成了藏传佛教的地方。所以我们从这个唐朝的疆域来看，哎，它也就是受到这些地理环境的制约，对吧？所以啊，我们再看一个，好，蒙古元朝。元朝最早的时候，成吉思汗首先统治了蒙古，统一了蒙古高原，以后他一直往西，往西的一直打到莫斯科，打到北多瑙河，啊，就是他占了往西。占了中亚、西亚、东欧，
往南的呢，先灭掉了金朝，以后灭掉了西夏，啊，又灭掉了大理，在灭大理的时候，征服了吐蕃。原来吐蕃派看见蒙古军队南下，他曾经派了代表在甘肃跟他凉州跟吐蕃人啊、跟蒙古人会谈，表示能愿意接受归顺蒙古。哎，但是回去以后啊，一部分贵族又反悔了，所以呢，忽必烈就利用表面上渡过金沙江是征服去打这个大理国，实际上呢，军队突然之间进入吐蕃边境。这样的话，吐蕃觉得抵抗不住了，那么就表示愿意归顺元朝。所以我们现在讲西藏自古以来中国领土，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从就是公元十三世纪中期，也就是蒙古人统治他们开始算的。那么为什么汉人一直对青藏高原不感兴趣，蒙古人反而？蒙古本来也是这样，他游牧民族，他是这个他们的生活适应性很强，哎，所以他既然谁都要征服，当然也包括你这个在内啊。啊，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设中原一直是汉族的话，恐怕青藏高原未必去要。啊，所以一开始不是讲嘛，那个摩耶民族他统治的这个统一的能力比农业民族还强呢，所以从此以后西藏就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了。但是呢，新疆比较复杂。你看，一直到元朝，新疆的南疆、北疆的大部分还不在元朝统治下面。这倒不是说元朝没有这个实力，而是因为成吉思汗以后呢，他子孙都分开统治了。那么新疆跟中亚这块地方呢，所以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后代察合台汗国。而不是元朝的，因为成吉思汗他也知道，在他身后怎么可能他的子孙里面哪一个有这么的权威来控制这么大地方的？另外，运输条件也限制了，所以成吉思汗以后不是存在一个大的蒙古国，而是存在元朝和其他四个汗国，他们的统治者是有血缘关系，但是这是不同的。这个国家，这一点我们讲清楚的啊。所以现在以前有的人说咱们中国啊真厉害啊，曾经统治莫斯科，统治莫斯科的是蒙古人，而这个时候呢，元朝跟统治那个莫斯科金帐汗国已经分为两个国了啊。我们中国这个大家不容易理解，在欧洲很容易理解，欧洲好多国王都是外来的呢，对吧？他们自己国王没有了，哎，或者认为不合适，那么就外国找一个来啊，来了以后就变自己国王了，对吧？所以维多利亚女王她的子孙产生了八个国王，包括俄国的沙皇啊，也是成维多利亚的后代。那么现在英国的国王啊，维多利亚这一支他们从法国过去的，啊，对吧？现在的这个女王的丈夫，又不是他。也是外面过去的，他们在欧洲这不稀奇的。那么中国，所以我们对历史呢，现在有些，比如说啊，有些人认为啊，这个崖山有无中国，宋朝亡了，中国就没有了，这话不对的。这中国这块土地在，中国人民都在，统治在换了蒙古人，怎么叫不是中国了呢？那还是中国嘛？那何况后来蒙古人又给汉人推翻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从现在的历史的观念看，那应该有这么一个观念。所以呢，这个元朝的时候，尽管疆域这么大，但是也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元朝曾经进攻日本，已经打到福冈了，哎，海上刮台风，他船全部翻掉，全军覆没。第二次又去，又碰到台风，所以日本人很得意，把这个风称为神风，啊，到二战的时候，他不把那个临时飞机组成自杀队，命名为神风突击队。这个神风就是历史上面两次台风帮了他们的忙，是蒙古的军队没有办法在日本，对吧？从那么所以呢，元朝后来就放弃，不再往那里走了，啊，那么。到了明朝，
你看就不同。明朝的中期，蒙古人又回到草原上面啊，那么形成大的蒙古部落，但是呢这个新疆呢继续在外面。所以明朝初期他曾经统治过哈密，在那里建了几个军事机构，但是到了明朝中期呢就退到了嘉峪关。所以我们讲明朝的长城从山海关到嘉峪关，在外面呢他基本上有的时候出去，但是不去统治外面，他就这个国力。所以呢新疆你看继续留在外面啊，有吐鲁番以后呢这一带又变成了准噶尔王国。那么最后到乾隆24年啊，形成了这么一片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疆域。清朝统治的过程啊，这个统一的过程也很长。我们以前讲历史讲到1644年清朝建立，这没有错，这是指他入关，在关外他本来也有，他灭了明朝，但是并不意味着就马上把这块地方都统一起来了，特别是新疆。清朝初年，新疆的准噶尔，他的首领噶尔丹很强盛，一度侵入外蒙古啊，并且呢打到内蒙古，所以康熙曾经亲政，在今天赤峰附近打败了噶尔丹，但是噶尔丹并没有被消灭。以后经过雍正，一直到乾隆24年，也公元1759年，那么清朝在最后平定天山南北路，所以形成了北面到外兴安岭、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在内啊，那么北面那包括外蒙古、唐的乌梁海啊，一直到巴尔克什湖、帕米尔高原这么一块大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离开安史之乱，唐朝军队撤退，管不到新疆有多少时间呢？你看从公元755年到公元1759年，1004年的时间，一个地方脱离你1004年，你看是个什么概念呢？对吧？中国其他地方，比如像西藏，西藏从13世纪中期就进来了啊，其他地方也都这个。所以为什么新疆的问题比较复杂呢？除了因为陆源以外，还有这么个因素，再加上在这个1000年里面他们归伊斯兰教了。中国整体上，所以一个宗教以前就是外蒙古、内蒙古跟西藏，那基本上青海基本上藏传佛教，那么新疆呢基本上伊斯兰教。那么清朝能够拥有那么大的疆域，怎么又到了以后，对不起，我们还回去，对吧？为什么到最后成了今天中国这么的形状呢？那一方面当然有各种因素，但地理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呢？原来北方是没有强大的外来势力的，最多就是匈奴啊、蒙古啊、契丹啊，这些长期在本土的这些民族啊。好，等到俄国人越过乌拉尔山扩展到远东，那么这个政治形势、地理人文地理条件就变了，就是我们整个北面就面临着一个强大的野心勃勃的一个国家。原来不需要防范的那些草原啊、冻土一下子变得前线了。但是清朝没有适应啊，清朝入关以后，把整个东北从沈阳往北这些地方列为禁区，没人好去的，因为这是满族龙兴之地，留在那里采珍珠、采貂皮，也留在那里作为练武习武的地方。那么北方没有人嘛，没有关系了，所以签了尼布楚条约还是这样。所以清朝在东北原来没有建立政府的，只有三个将军衙门，北面是黑龙江将军，中间吉林将军，南面是奉天将军，又叫盛京将军。
三个将军就等于我们说是三个军区，你没老百姓你管谁去啊？啊，将军们就管士兵，还有少量的流放过去的犯人和他们家属。你不走呢，签了俄国人拼命在扩张，哎，中国人动都不动。那么这样嘛好了，等到他到了黑龙江北面，俄国人就把这些地方都占了。所以俄国历史学到现在不承认是侵略中国，他说我们是新土地的开发者，你没有地没有人我们来开发吗？但是话讲回来，是不没有人呢？基本上没有人啊，你有人就不同了。比如说当时签订《安徽条约》时候，清朝已经在黑龙江的东边，你黑龙江你看基本上南北向的北面，对吧？东边叫江东，已经有了64个村，叫江东64屯。那么《安徽条约》专门加一条，江东64屯继续归大清管辖。你有人吗？他没有办法夺你了，你没有人他夺占了呢，对吧？这个还是一直到后来1900年慈禧太后啊，听了人家的话说义和团刀枪不入，叫他们去进攻外国使馆，这个已经比较愚蠢了，你有本事到外去跟进攻外国使馆啊。那么进攻使馆同时呢，他又宣布向八国宣战，包括向俄国宣战。好，你宣战机会来了，你在北京打，他就赶快把江东六省全部给你赶走，这样黑龙江以东才全部变成俄国的地方，对吧？你有人就不同啊，所以这个地理上看你怎么用啊。好，总算清朝到1860年有感到情况不对了，马上开放东北。一开放的话，从内地，特别山东啊，山东本来人都很多，没有地方种地，哇，就全部迁到东北，这个移民速度非常快。到了清朝末年，东北三个将军管的地方人口破1000万，马上宣布成立省了，所以有了黑龙江省、吉林省、奉天省，以后改名辽宁省。这1000多万人可是起了大作用。等到民国年间继续移民，那么日本在东北发动918事变，占了东三省，但是他面对的已经3000万中国人，要灭这3000万人行吗？那不像俄国人早就给你拿走了，因为你已经有了3000万人在那里，日本人不敢直接统治，所以表面上他扶着宣统皇帝出来，还是满洲国，他是伪满洲国，他作为顾问，实际上他掌握着。那么日本同时呢，制定一个最后的计划，准备在10年之内把500万日本人迁到东北。当然后来由于太平洋战争，日本没有那么多人迁了，但也迁了不少，现在东北留下的什么开拓团，他们的墓就是那些日本人。所以东北跟内蒙古为什么留下那么多战争的孤儿呢？后来战败以后日本走了，有些呢父母死了，有些父母临走孩子来不及带走就扔了，或者托给中国人了啊。那么这样才留下那么多的战争孤儿，但是孤儿是无辜的，但是他们这些父母呢，实际上当时就是日本人派的来战，希望将来他的人口要逐步逐步控制你中国人。所以同样的地理条件，你还这个实行不同的政策，你不看你自己怎么做了，对吧？你中国人后来可以，本来也可以移啊，就没有移呢，所以呢，这是我开始讲的。地理环境是起了很重大的作用啊，但是呢它没有规定你必须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对吧？你在同样的条件里面你还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不超过这个极限。所以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哎，这怎么又回去了？哎，对，好，第二个问题，我举个中国跟海洋的例子。你看这个海洋的条件，咱们都我们一直想，你看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中国应该面向海洋，太平洋，我们是海洋大国。哎，大家注意啊，这个海洋它本身它只是一个地理条件，啊，这样的地理条件呢，
你要还不是海，更重要的这个是什么样的海，海的周围是什么，不是面对的海都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西方的哲学家历史学家都这么强调海洋的作用，海洋会带来这个带回那的这么重要，他们讲的都是地中海，不是所有的海，而地中海世界上只有一个啊，你看那个地中海实际上是封闭的，西面是波罗的海峡，很窄啊。我到托尼这到那那里去，这个在摩洛哥海岸上，他们跟我讲，你看天晴的时候，你望一望，对面都看得见啊，就是那么个。那么东面呢，你到这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路桥就过去了，从亚洲就欧洲，亚洲就在，就那个海峡就那么窄的。啊，基本上等于说，那海中间呢，还有你看，意大利像靴子一样，亚平宁半岛伸进去，下面西西里岛，那边科西嘉岛，啊，这个希腊周围那么多岛，所以在早期人类在航海最容易的就是地中海，啊，你风吹吹都可以吹到另外地方去，对吧？那太平洋里就麻烦了，啊，有的人说中国古代人到了美洲，就算到了他回来嘛，没有回来，那有什么意义呢？还不行的，对吧？连台湾海峡历史上都很难过，有台风啊，有洋流啊。因为你知道，古代的船它本身没有动力的，都在靠你水流靠风，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地中海的现象，你不要把它随便套到其他地方去，啊。地中海，那么因为呢，你看还有地中海有个很大特点，它周围的文明啊，像这个。就交相辉映啊，埃及的文明啊，巴比伦这个两河流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再过去小亚细亚，然后呢这个希腊罗马，哎，所以他当时的地中海航行一不小心就可以到其他一个文明的地方啊，到外面文明的话可以做买卖，就是要侵略要掠夺也有地方，太平洋里你出去侵略谁去啊，对吧？中国唯一的稍微条件有点像地中海的，就是环渤海，啊，山东到辽东那历史上方便，然后呢到朝鲜，那么再不行就到日本，好的，再远你去不了了。但是所不同的地中海那里不同文明那么多，在这一圈里面呢，如果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到我们辽东、山东这么一块里面呢，那么基本上。当时日本朝鲜一开始都很落后，那么就是唯一的就是我们一个文明，而这个文明，所以你看历史上面日本人到中国来积极性那么高，隋朝的时候叫遣隋使，唐朝叫遣隋使，还有朝鲜半岛也到中国留学，基本上所以中国人呢就他们比我们弱，他们到我们这，而我们中国主动要移居这些地方的并不多，到早期还是有的。那个孔子曾经说过，无道不行，称夫浮于海。我这个道如果在这里行不通，咱们就干脆坐个船到海外去吧。当然他老人家后来没有去，对吧？但是这个观念还比较开放的。你看秦始皇要求长生不老药，媳妇就利用他带了500童男童女跑了，技术跑到日本啊，说日本人甚至日本的媳妇没好几个，都说是媳妇的后代。那早期到以后呢，以后没有积极性了，不往外跑了，就走私啊什么才往外跑。所以不要随便一讲到海洋就把地中海的现象认为套到那里来啊。比如西方有个说法啊，海边的人心胸开阔，那咱们海边的心胸开阔吧啊，有的渔民一辈子连村外人都没有见过，也太开阔得起来了吗？地中海周围为什么开阔呢？经常看到外国人、外国货，那么自己一不小心到了外国了，这么当然心胸就开阔来了，对吧？那你别不要说海外，那上海在海边啊，文化革命中间心胸开阔吧，啊，我们当时我做中西老师，经常有任务，要教育学生群众不许围观外宾，因为外国人来到下看热闹，现在还有没有这个现象？啊，对吧？这个不是说有海就你就心胸开阔就能够这个条件，你不要随便把这个条件跳过来，啊。所以呢，中国最大的问题，周围缺少意志文明，所以对这个海洋利用它到其他地方就缺少这个积极性。
还有呢，太平洋呢是没有办法有目的的跨越的，近代以前有目的跨越就想去就能够回来，对吧？不小心飘走就不算，他回不来了，这没有什么交流的意义的，对吧？所以呢，尽管西汉的时候中国已经进了南海印度洋，明确也记载西汉的时候政府的派出去人到了黄之国，一般认为就今天斯里兰卡这一带，但是后来倒退没有继续，因为到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对吧？没有这个需求，所以尽管守着那么大的海，你不要管老祖宗，他没有需求啊。所以这个还有呢，我们知道这个这一部分我就简单一点啊，时间关系。这个航海不是自由想航海就好，它决定于海洋的情况，决定于还有呢，决定于你航海到那里，或者我这个港口我有没有一个腹地。什么叫腹地呢？我这个港口是个点了，你比如人出去，人在哪里啊？周围没有人，你这港口有什么用？还有货，我有什么货可以出去？不是有海有港就可以的，对吧？再一个，出去到哪里去？很多因素都要考虑的，对吧？同时我出去干嘛，多远，需求程度，了解程度，这些都要考虑的啊。只有这样充分考虑才能够正确结论。那么航海靠什么？现在有机械的，以前没有机械。那么还有航海要就海上有风险，要抗风险的能力啊。比如说这个东汉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汉朝派了个使者啊，他到了派甘英出去，甘英到了大概今天波斯湾，那么本来给他任务呢，到大秦，就到罗马帝国去，就人家就跟他讲，你海上要开多少时间，如果不顺利要3年，在那里要想家乡，有的人因此而生病死掉，他不敢去了，对不对？没有这个条件啊。因为比如我们以前这个大运河干嘛？主要是把粮食从江南运到北京，保证北京的粮食供应。这条运河很辛苦的，大家以为运河是平的，运河不是平的，运河在山东要翻高40米，然后再下来，成本非常大。但是没有运河的不行，北京的粮食能保证呢？那有的人说，为什么不能海上运呢？你以为古代人没有想到过？想到了，元朝就试过，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啊？当时的船没有动力的了，他一定要等到适合的风向，那要是风不吹，我这个北京等着饿肚子啊，对吧？这个不是像现在这么有把握的什么时候开。还有一个，他没有通信工具啊，这个船在刘后阁装了一船粮食，然后没有了，到底被强盗抢了还翻掉了，还是老板把船开到家乡去卖掉了？这个就很那，所以为什么到了清朝后期外国的轮船来了，马上就运河漕运不要了，清朝先不要再运了，我们你们江南把钱交给政府就可以了，粮食我们自己采。为什么？这个有了轮船，有了电报，那么这个船啪一下开过来到天津，那还运河里慢慢走干嘛？所以这个都要有这个条件的，不是说有海就有这样啊。那么你航海干嘛？中国当时天朝无所不有，我航海去干什么？去玩去啊，对啊，都不去的。所以这些都要联系，这样来看，那么我们就我还做个比较，比如我拿这个沿海地区跟福建跟希腊相比，非常相似，都是山多，陆路上交通不便，河流很短，内河因素条件不良啊，还耕地面积有限，初级资源不足。那希腊也好，都是山，多石头，没有什么出产。福建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啊。还有呢，希腊内向发展余地不大，它往北都是穷地方。那福建呢，跟内地呢，跟浙江有仙霞林阻隔，跟江西有武夷山阻隔，而且福建长期跟内地在文化上民族都有不少差异，这个条件都差不多。哎，还有更好更强势，他们的岸线很长，天然港湾很多，航海条件优越。但是为什么福建人就不能够像希腊这么有发达的航海？希腊面向地中海，福建面向太平洋，就这个条件，对吧？福建人出去他要做生意，那跟日本跟朝鲜，一直要等到西班牙葡萄牙人过来，那么他才有这个联系到跨过洋联系的可能性。那么再加上呢，
希腊是历来是鼓励航海的，中国是禁止航海，所以福建到了明朝没有办法，就产生了很多当年的赖昌星武装走私集团，这种走私啊，合法的摸也不行啊，对吧？所以不是说这个同样的地理条件，这个结果一定就这样。所以正因为这样呢，中国不是历史上海洋大国啊！不要大家现在一讲到、哦、我们中国怎么了不得，为什么不是？那中国认为四海之内才是好的地方。中国有个成语，你们看见过没有？就深山和海边都是最穷的地方。这个概念就走到，所以呢，苏东坡走到海南岛。天涯海角完了，穷途末路没有了，对吧？不像欧洲人走到地上边啊，前面光明，我有财富，有什么未来？中国到海边完了，对吧？它是一个内聚这样心态。那么海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历来讲，海洋就一言之力，啊，打鱼晒盐，除了这玩意没什么了不得了，就这样的思想。咦，哪里想到下面有什么石油、天然气、可燃冰，还有猛禽河，还不知道，对吧？所以很多岛都扔掉的。比如明朝曾经放弃过澎湖，不要的，要它干什么？舟山也放弃过的，不要的，啊，对吧？那么还有大家说，在海上丝绸之路不是很发达吗？我刚说海上丝绸之路是完全阿拉伯人开辟和掌控的，不是中国人呐。啊，阿拉伯人在广州有形成藩房，就外国人的社区，连社区的居民委主任也是外国人，叫藩长。泉州阿拉伯人更厉害啊！宋朝时候，泉州四部司，就是泉州海关的总管兼外贸局局长是谁呢？蒲寿根，是阿拉伯人的后代。宋朝，那么唐朝、宋朝干嘛呢？就收收税。而且这个税额还比较低的，所以主要的利益是外国人得的，不是中国人得的。中国的什么东西都通过他们才出去的，对吧？那么有的说郑和下西洋总了不得，是了不得，但郑和下西洋所有的路线阿拉伯人前到过。哎，郑和自己是回民，他的船队就雇佣了外国的技师，估计就是阿拉伯人啊，比如郑和在东非到达了莫瓜多沙，就是今天摩加迪沙，索马里的首都，还到了曼巴沙，那就是肯尼亚的蒙巴沙，啊，那么中间还有一个岛拉莫岛，前几年说那里发现了啊郑和船队的后人，我到那里去看了，全是阿拉伯人，啊，都是阿拉伯人，对不对？所以当时我说你们不要先那么下结论，对吧？如果说这个小姑娘说中国人后代，那么念个基因 DNA 检测一下就可以了嘛，对吧？她当然高兴，哎，我是中国人后代，因为记者不断叫她啊，她是我先到中国留学，中国请客，她当然也来了，高高兴兴，对吧？没有那么简单，主要的还是阿拉伯人，哎，所以郑和航海用的技术，他留下的海图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写的叫真路。并不是用指南针指挥的，而是用天性过洋，就是看天文，看天上的星，这个都是阿拉伯的技术，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的。更重要的是，郑和下西洋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宣扬国威，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永乐皇帝啊，他是篡位篡上去的。所以他当时需要派一个呢，他看到明朝成立了，那些国家还都没来朝贡，啊，所以要通知他们大明已经成立，你们朝。另外呢，通过这个更加巩固他的合法性。你看这个皇帝真英明，万国来朝，所以这样出去的。所以郑和每一次要带上大量的丝绸珠宝，啊，然后到那干什么呢？首先召集当地的。啊，首领开的诏书，宣布大明的对你们的关怀友好，然后开始发赏赐，接下去鼓励他们跟我去了，赏赐更多。所以七次下西洋，结果国库空了，没有了，啊，
所以并不像我像哥伦布航海回去，虽然小小的船，大家国家欢呼，为什么他回来，我们又有财源了。郑和回来，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欢迎，至少朝廷的官员是在感叹怎么办，再下去国库要空了。所以等到他死了以后，那个宣德皇帝有一天想到了，你们把郑和下西洋的档案拿来我看看。大臣回答皇上找不到了，以后刘大侠担心什么时候他再行下怎么办，干脆把这档案全部毁掉了，他们怕你再来个第八次啊。朝廷最紧张时候，到了过年没有现银发薪水，后来有人说三宝太监带回那么多香料放在那里都发霉了，是不就好拿这个啊，拿食物发给大家一人一堆过年。还好那是也有倒爷低价收购换了银子，所以你说这样的航海怎么持续得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建新的丝绸之路，那要考虑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啊，对吧？像郑和下西洋的为什么持续不下，相反的福建人的偷渡，福建人的那些这个啊走私心生一死，比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个大的走私商人。为什么这些物资如果卖到国外，特别是卖给西方人，那个利润就10倍100倍啊。而且中国当时最缺少的是银子，中国的银子早就开得差不多了，而且这个银子中国人拿到银子不去流通的，不去当钱的，都储存起来或者放在身上当银器。那么这个市面上银子一来一去，但是呢这个西班牙葡萄牙人荷兰人有大量的银子，他们新大陆有银子，那跟你来换，这个有什么不好呢？哎，你禁止他就走私啊。所以郑芝龙的市面做得很大，他在台湾建了基地，后来成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根基地。他在日本也建了基地，在日本长崎平户市，到现在那里还有，你去看还有啊。他在那里娶了日本的太太，郑成功就生在日本啊。所以我们说郑成功是民族英雄，日本当地也建纪念说这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也没错，他妈日本人嘛，对吧？所以你看比起来他们有开拓又带来财富，但政府呢，政府就撒钱，所以要么就禁止。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对中国历史不要以为靠着海一定就是海上大国，历史上不是。所以这就更加说明我们今天建设海洋强国的必要性，哎，对吧？也正确的认识我们今天要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对我们发展的这个啊借鉴的意义。最后再举个例子，就是为什么相似的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照你这么说，地理环境产生文化。刚才主持人不是吗？我们有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大家注意，这不是绝对的。而且这个水土不仅是你所在的出生的地方的水土，或者你长期居住的，还要包括你开拓出去外面的都能利用啊。你为什么不去利用啊？所以同样的穷山恶水啊，或者是这个啊山多地少地瘠民贫，它发展的结果可以完全不同，可以富可以穷啊，可以出路宽广可以穷途末路，完全可以不同的。因为我们讲的地理环境既有本地还包括外地的嘞，你为什么不去开拓呢？对不对？你看同样本地山多地少地瘠民贫，我举例子，一个我们叫徽商晋商，徽商晋商徽州跟山西是地瘠民贫，徽州是山多地少，哎，他们如果都是待在本地不出去，那么都是穷人呢，哎，他们为什么经商？他外出经商啊，对吧？比如山西的商人走西口到内蒙古啊，外蒙古是商业的做到俄罗斯，对吧？把茶叶粮食就卖到那里去啊，把他们的皮毛拿来卖到哪里？卖到北京，卖给当官的，所以他就致富啊，对吧？最早的时候徽商经商都倒腾食盐，都是盐商的，
垄断了盐，那么这个山西还说应城产盐，那徽商徽州哪有盐，他盐这不要紧，到扬州去做买卖嘛，啊，所以他们靠这个致富啊，对吧？那么同样呢，比绍兴，那绍兴这个地方山平地也有限，它都是靠海里面扩展出来的地方，扩大土地，这个山也多。那么绍兴呢，哎，绍兴找到个好的行业，做丝业，啊，一度到了清朝有句话，无绍不成衙，衙门里都得有绍兴丝业，北京是一大帮，啊，中央各部门全要有丝业，没有丝业办不了事儿。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量的法律管还有制度都是不成文的，对吧？还有呢，就是有成文的法律，具体的做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花样很多。那么这些花样谁掌握呢？部长这个尚书啊，这些不一定知道的。因为中国的官员的主要来源两个，一个是科举制。那么科举考什么呢？像考公务员，他考的就是八股文、书法、这个作首诗。啊，等到他考上了，去做个县官，什么都要管，他管得了吗？管不了的。那么他下面呢，需要两个师爷，一个师爷跟他收税，啊，收租税，叫钱粮师爷；另外一个师爷跟他办案子，刑民师爷。离开这两个师爷，他没有办，对吧？那么各部也是这样啊，像曾国藩这做的是四书五经，那么好，明天要做管哪个部了？啊，有的管兵部，有的管什么部呢？那么这业务常是靠什么？一般都离不开师爷。那么绍兴呢，就专门产这玩意。所以你像全国这么多衙门，需要多少师爷？那么这些师爷，而且才是世袭的，父亲就教儿子啊，那儿子，而且很多都口耳相传，写不下来不行的，写下来这些有的就是都什么样啊，见不得人的事啊，有些制度都是变通，那么都教下这样一批人。应该承认历史上的师爷，特别明朝清朝一直到民国年间，对绍兴的地方的经济贡献非常的大，啊，带回多少银子，对吧？他找到这个出路了。哎，你看湘西啊，这个湘西这个地方啊，他这个你不要今天去旅游很好啊，那个都是石灰岩的地貌，那个这个土根本没有土，有些地下雨都将变成地下河了，啊，地也很少，而且很贫贱，老百姓过不了日子。但他有有利条件，处在三省交交界，一面湖南，那边贵州，那边四川，现在是重庆，三省交界地方有个特点，来往的客商不少，做买卖的都要走这里，这是必要。还有特点呢，官方往往只管自己，所以有的地方都不管，就三不管。我在湖南杀个人，一下跑贵州去了，贵州这管我事，又不是我们这杀，不管。再不行往四川走了，就这么地方。哎，那么这些地方呢，就盛产土匪，很多农民都是这个农忙种田，农闲就做土匪，对吧？或者呢，做土匪的暗线，啊，这个有什么事通风报信，一伙杀人到了，明天要上来了，那这样。这长期是，那么为什么这？哎，它也是个一条出路啊，对吧？啊，这是用这种办法来解决土地不足的了，啊。那么淮北呢，切割，啊，淮北那些地方这个经常大水，所以这个家里呢人家也不储备，那么粮食也不够，所以那里的习惯呢，往往是冬秋收收好以后，把红薯什么粮食放在地窖里面藏起来，然后全家出外要饭。要到明年过了年再回来，那回来正好利用这点粮食度过春荒，接得上下面，否则接不上不够，啊，这个风气一直到文化革命中间还是如此，我都碰到过，他们当时出来要饭还带上一张证明，证明某某人是贫农成分，免得你们当他逃亡地主，啊，到时呢我是合法才要饭，下面公社什么盖着章，啊，对吧？这个呢。从明朝时候就有，所以他们自己编的故事呢，是因为祖上都是有钱人啊，朱元璋把他们从苏州要送到凤阳，不让他们离开，那么他们呢每年要打花鼓，再唱莲花落，那么出来编要饭为名，然后回老家去上坟，
啊，这个编出来哪有那么多真上坟的，这个对吧？而且富人到那就不富了，哪里还是朱元璋让你随便出来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地方太穷，太穷呢，哎，他们发现找到这个出路，对吧？哎，那么在温州这一带呢，土地少啊，有的地方有的县里平均一分地都不到，啊，哎，他们想出来就做买卖啊，什么买卖他们都做，啊，文化革命中什么事都不能做，他们也还会做。温州人是这样啊，比如我们江南这一带，你杀个鸡，把鸡毛留着，把鸡那个东西留着，过几天温州人来了，鸡毛换糖。他做好的糖麦芽糖给你换几块，那么我们反正比如鸡毛扔掉换几块糖吃吃也好嘛。他把鸡毛回去加工做鸡毛掸子，再去挣钱，啊，后来呢，他找到大家食堂都要吃饭要饭票，他专门印饭票，比较便宜价格推销饭票，啊，到了后来计划经济稍微松动一点了，大家粮票有的多了，他粮票换鸡蛋，啊，对吧？鸡蛋吃不完了，那么一些塑料的瓶子啊、罐子啊，这个本子在换，甚至像我们上海的香烟票也可以代换。我不抽烟，老婆就把我香烟票跟他们去换成这个鸡蛋换这个。那么他们倒腾的都用各种方法都这些，他如果都局限温州不走不行的。温州的青田，是青田石开土章的，他们就背上一包青田石到处走，一直开到欧洲，对吧？1982年，我到帕米尔高原那个喀什国干去，那个地方，这个汉人几百个，其他都是喀什国干，这个塔吉克人，哎，但是已经有2家温州人，一家弹棉花，一家拔牙齿，对吧？这个他就这样，有各种方法。那北京以前温州城给你做衣服什么，他什么能够做你就怎么做。所以现在你看，你到这个意大利，那温州人不得了，有一个城里面，意大利人里面，这个姓最多的不是什么意大利什么这个，而是姓陈的，已经，对吧？你到米兰有几个温州人的社区，那简直就像国内一样了，就是房子的通通什么行业都有，啊，洗脚店也好几家，什么都有，对吧？所以你看，我举的这些例子，他们家乡都是物产有限，但是呢，就不要再觉得你这样的话，你说为什么产生不同文化？同样是这个地少，可以要饭，可以做土匪，也可以做老板，也可以做这个啊，通过私盐，都可以啊，对吧？所以地理环境我们不能局限着，那么就是同样局限那里，也可以想出它有地方。比如山西很多晋商做粮食买卖的，哎，你不是地级民贫怎么做粮食买卖的？它土地是贫瘠，但它黄土很厚，地下水位低，干嘛？挖着地窖储存粮食，所以就可以在内地粮食便宜的时候过来放那里，等到粮价涨了，它抛出来。那这也是个条件，所以千方百计，人类就是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克服自己不利因素。所以我们现在尽管我们国家人口多啊，对吧？我们资源现在人均资源不够，甚至有的都是倒数。但是不要忘记，在世界上，我们中国绝不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在人口密度比我们更高的国家里面，照样有发达国家，有富国，比荷兰、德国，对吧？啊，在亚洲，日本，你看日本37万平方公里，人口是差不多人口我们1/10，土地我们大概20-30%，但在这么一个地方里面，它还居然保留了60%几，近70%的森林覆盖率，精耕细作。他连住房都控制，不然你住太大，为什么？土地有限嘛，对吧？那我们说我们资源不足，那日本呢？我们石油，那他石油呢？他自己的石油这个5%以下，很多他100%都进口的，对吧？你这么看，那这个地理条件谁好啊？对吧？我们说我们现在国家啊缺水，是缺水，那么以色列呢？缺到这个程度，对吧？原来以色列周围那些阿拉伯人的贝都因人，据说他们一辈子就洗3次澡，啊，生下来结婚然后死了，
但以色列到了那里，他以色列把河水都管起来啊，开始是这个走变成从漫灌变成喷灌，现在变成滴灌，直接滴到你植物的根部啊，一点不浪费水，照样他有喷泉，天天可以洗澡，还可以出口鲜花，这个农产品现在还出口节水技术，中国那些大的节水项目都是很多都以色列来的。所以这些例子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祖先开发了这么一片土地啊，尽管我们今天受到种种自然条件的制约，包括有不利的人文环境，但是我们应该有信心啊！我们回顾这个历史，看中国历史上我们的先民怎么样利用地理环境给激发起我们的勇气。我们只要用科学的方法啊，用这个结合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那我们一定可以是在这片土地上面，在这样的地理环境里面建成我们的现代化，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好，我也讲的就这些，谢谢。